今天是咱的预算审查哦，那议程是要审咱的社会收入嘛，社会收入。那一共有八个科室哦，那我们就逐页审。那如果有问题的人就提出来。那翻开第一页，是我们的公园及绿地设施等维护修缮费4400万，没问题，叫完编。在我们第二项第三页，西公有零售市场大楼电梯改善工程1460万元，没问题，叫完编。在我们的第三项，中央广场及宽频管道维护及沥青煤土 AC 碎石集配，还有 AC 路面养护道路及附属设施维护等工程费9900万，没问题，叫完编。再来我们的计划道路及附属设施辟建用地费8000万，没问题，叫完编。在我们的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统建设计划，在北新路75号旁的12米计划道路，那经预算是7681万1000，没问题，叫完编。再来是市区道路及附属设施桥梁、人行道、挡土墙、广场配合工程缆线下地等维护工程，那预算数是8100万，没问题，叫完编。再下一个是区域排水、雨水下水道侧沟及野溪等疏浚及维护工程的可行性评估，那预算数是3234万4000，没问题，叫完编。在我们的水资源回收中心代操作营运3204万元，没问题，叫完编。再来是污水下水道建设计划经费，我们的配额款6122万3000元，没问题，叫完编。再来是我们的交通工程，本市的交通号志、标志、标线及路牌等零星改善与设置，那预算数是2100万，没问题，叫完编。下一个嘉义市区铁路高架化的计划，我们2013年度的配额款3亿5610万元，没问题，叫完编。再来是本市的国中小体育设施及操场等整建，预算数是5060万元，没问题，叫完编。再来是补助本市各校及所属场馆修缮及相关设施经费1918万1000，没问题，叫完编。再来是补助本市国中小汰换教室大型液晶萤幕，那预算数是2205万，没问题，叫完编。再来是汰换类比为数位式治安要点的录影监视系统4200万，没问题，叫完编。再来是嘉义市建设置资源回收细分类厂新建计划的配额款7213万8000元，没问题，叫完编。再来是我们的嘉义市焚化底渣再利用处理制程设备费1140万6000元，没问题，叫完编。再来是嘉义市西区区政大楼新建工程的配额款1亿5032万1000元，
无问题，交完编。再来是我们的第二纳骨纳骨堂庭贵位增设及五组纳骨堂周边环境景观改建工程，2300万。无问题，交完编。再来是我们的殡葬设施量能提升计划的焚化炉厂哦，汰换六座火化炉，那预算数是3500万元。哎，没问题，叫完编。那我们的设计收入就到这边为止哈、哦。那今天的决议就是我们设计收入税入税出预算哦，都叫完编同轨。那好，那我们审查到这边结束，谢谢大家。